陈氏太极老架势，亦称大架，系陈家沟陈氏第十四世祖陈长兴所创。他在陈王庭创编的太极拳五路、炮锤一路、108式长拳一路的基础上，由博规约编排成现在流行的老架一路、二路，亦称炮锤。二路拳以刚为主，刚中遇柔，练习时阵脚发力，闪转腾挪，窜蹦跳跃，松活弹抖，完整一气，有怪蟒出洞，猛虎下山之气魄，有蛟龙出海，雄狮抖毛之神威。Thank you.
准备练功之前，首先要平心静气，神气内敛，调整呼吸，然后才开始进行动作。太极拳起势的时候要注意，首先要做到屈膝顺胯，把重心呢移到完全移在右腿上，这样子把左腿由脚跟掀起，逐步到脚尖，然后全部拧起来，向身体的左侧开步，脚尖先着地，然后逐步踏实。这时候呢，重心在两腿之间，也就是两个腿的重心是不分虚实的。然后屈膝松胯，两手由身体两侧向前，掌心向下，然后由肩到肘到手，一节一节拧起来。这时候手往上抬的时候要注重松胯向后沉，胯向后收，与两手的向上抬起形成一个斜着的对拉镜，也就是从侧面看的话，手起来的时候要腰胯向下沉，尾闾下垂，让这个顶颈拧起，与命门的地方要有向后撑的意思，这样子与两手腕向前拧，腰部的地方下沉外撑，形成一个对拉镜，落的时候是由肩到肘到手，一节一节沉下来。这时候身体继续下沉，但是要注意顶颈拧起，不要手落了身体跟着向前倾，手往下按，与顶颈拧起，这样又形成一个这斜着的对拉镜，这样子练的动作就比较饱满，不至于有空的感觉。下面我正面给大家做一下起势的动作。起势以后，第二个动作是金刚倒顿，两手由下画弧向左上方捧起，这时候左手逆缠，
右手顺产啊，与身体的转动结合起来啊，身体微微左转，重心略向右移，两手向左前方捧起啊，这时候呢身体的转动与手起来的速度要成比例。来看一下啊，捧起来，这时候身体是左前方，然后松左胯，左肘下沉，右双手像抱球状翻转，然后重心左移，身体右转，这时候要注意两手转过来以后基本是保持一个距离，就不再动了。下面动呢就是靠的是腰胯的动作，松胯转腰，将身体转过来，这时候两手是一个上捋的动作啊，上捋结合着右手逆产，左手为顺产啊，然后重心由左腿向右腿上移，还是要注意当走后弧啊，松胯松左胯，重心右移，这里最容易出现的毛病就是直接把重心移到右腿上，松左胯，重心右移，踏实以后松右胯，左腿提起来，这时候眼看着左正前方，然后开步这开步的时候腿出来以后就屈膝松胯这样子保持一个是顶颈灵起，两肩放平，两胯放平不要这个顶着胯，这样这个身体都不端正了，松胯下沉，然后两手走后弧下沉，左脚尖外摆，身体左转，然后身体转正左手捧在你的左膝前方，右手在右膝上方这时候左手往前有一个撩劲前捧上撩，与右手右腿在左手的带动下一起上，这时候右脚呢虚脚点地，这个虚脚点地也要讲究膝要领正，不要这样左右歪斜，然后左掌合于右小臂内侧这时候再往下走的时候下沉，左手微微向下落，右掌向上收，然后右手变拳，左手掌心向上翻转，右拳下落，与左手掌内然后这时候屈膝松胯，劲往下沉然后起的时候右拳上冲，这时候好像这个拳上拴根绳子拴在这个膝关节上一样拳往上冲的时候正好把这个膝拧起来然后向下震，这时候开下落是形成一个合力上冲的时候是一个开劲，左掌微微有向下的意思，然后震脚的同时又是一个合力这个震脚的时候从发力角度上讲这个右腿为实从虚实重心角度上讲左腿为实，所以说震脚下来以后重心还在左腿重心还在左腿。好，下面我把这个动作
完整的演示一下。揽扎衣，揽扎衣这个动作，先是一个是身体左转，左转以后，右手向上穿，同时左手的向下翻转，双手呢都形成这个一个逆缠，啊，重心呢由松左胯上穿。左手向下翻，然后重心由左腿移到右腿，两手拉开，啊，这样子下双手是逆缠就拉开，重心在右腿，然后重心由右腿收右胯，重心移到左腿，这时候左手上向上翻转，啊。变顺缠，右手向下翻转也变成顺缠，啊，也就是这个揽扎衣的一开一合，双逆缠打开，啊，双顺缠合，然后提膝，啊，提膝开步，啊，步向外开的时候两手正好合于胸前，啊，这时候注意，一个是合的时候腋下要打开，不要夹死了。出腿的时候，陈氏太极拳的开步讲究脚尖上翘里合，脚跟内侧着地，由脚跟内侧着地，嗯，然后铲地滑出，脚尖要上翘里合。不能整个成这种姿势，哎，要有合劲，向内斜上方45度，脚尖上翘里合，本来这个动作手是要向右拉开的，啊，要向右拉开，但是按太极拳的运动风格，啊，它要求呢收左胯，身体左转，然后重心右移翻手，两个手呢合住以后，啊，身体左转以后变成那个右手为逆缠，左手为顺缠，啊，旋转，重心由后裆移到右腿，然后拉开，这时候呢左脚尖内扣，啊，就好像右手上拴根绳子拴在脚尖上一样，啊，把这个脚尖带过来，也就是拉开的时候脚尖带过来，然后收沉，收向下沉的时候胸肩沉肘坐稳，右手垂直与地面垂直，把掌立起来，左手呢顺缠到腰，啊，腰侧，然后变成逆缠叉腰，啊，左胯收左胯下沉，重心落实，啊，这时候呢，以右腿为7分，啊，左腿为3分，定下来，这是揽扎衣，我完整的
演示一下。下面的动作是六风四臂，六风四臂是在揽扎一动作到位的基础上，左手过去接右手啊，这时候要注意静起于脚行于腿，通过这个髋关节腰，然后达到肩肘手，这里最很多人都做的动作时候容易啥的，就直接手过去了。哎，这里我们要体会这种静从脚上，然后一节一节，最后传到，由脚到膝到胯，然后通过肩肘到手，这样子去接，而不是仅仅是手过去。接。然后两手合起来下沉，重心左移，两手下捋，这是个下捋劲，然后捋过来，重心在左腿，松左胯，重心右移，两手继续后捋，翻转合于左肩，这时候重心已经到右腿了，合于左肩，然后两手折向右前方，右前方推出，左脚呢随着两手的外推收腿，在你的右脚的左侧，这个距离呢就是整个一个脚的距离，摆在这转出来，如果太宽了也不好，而太近了也不好，要掌握好这种距离。推出来的时候要注意两手斜下方推出，与身体呢头顶颈领起，这个背要向后撑起来，这里往前推的时候不要整个身体呢就是随着你的前推都往前倾了，这里要形成刚好形成一个相反的力，两手往前往下这个推出，顶颈领起，背撑起来身体不能往前，这样子你才能找到这种对拉劲的这种感觉。下面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示一下。下面我把单边的动作给大家做一讲解。一个是双手要做一个顺缠的动作这是第一个动作，双手顺缠，然后
右手变勾手，通过松胯下沉，由左胯的下沉径从背上啊，然后到传到右肩、右肘到右手，节节贯穿，吹到这个右手腕上。右手呢，再从左手的掌心拉出，拉开以后，左肘尖与右手腕形成一个对拉劲，这是一个开劲。然后松右胯，松右胯向内合，提腿，这个提腿呢，你只有胯松好了，腿提的时候也是像有个绳子一带，自己就过来了。如果不松胯，直接提腿，这个很生硬，反而这个腿提的还是很僵硬。松胯松好以后呢，很自然就过来了，然后呢，左手要这个逆缠向内合，开步以后，你看腿伸出去，开步以后，脚踏实，重心肘后裆移到左腿，同时松左胯，径由肩到肘，一节一节顺到手上，然后倒重心，穿掌向上，斜上方穿掌，然后外滚逆缠，拉开花弧，拉开的时候也是手上像拴根绳子拴在这个右脚上一样，把右脚尖带过来，然后松右胯，右胯下沉，径从肘背上到左肩、左肘，然后到左手，松肩沉肘坐稳，松胯下沉，动作拉开，这是个单边的动作。下面我把腰部护心拳给大家做一讲解。单边以后，右手下沉，然后上领，这时候左手向下落，左脚向内收，然后提膝斩手两次，甩臂做两次，做这个甩臂的时候尽量放松，然后结合腰劲，把这个速度要打出来。然后跳步，这就是先跳起来转方向，跳起来转方向出腿，护心拳走，这个护心拳的具体的动作与老架一路是一样的，这里主要是一个甩臂斩手结合这个跳步转身，这个走了以后这两次做完以后，跳步的时候要屈膝，先往上跳，然后左脚落地以后出右腿，转身出腿，然后就是动作就一样。好，看我再演示一遍。下面我把腰部护心拳的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
这个跳过来以后是，对方如果这边出拳来打，拨，然后对方又出拳，再拨这边，然后就是一个近身，啊，向前发力。所以说，在这个做动作的时候，转身跳过来，两个是像嫩蚕的手法拨对方的手，啊，再来一次，这边出拳。嗯，好。腰部护心拳以后是进步斜行，护心拳打完以后向外棚接手，两手下捋收腿，然后右手往上领，左手向下沉，这又是个斩首的动作啊！右手往上领以后下劈，左手呢上挑，然后正脚开步斜行，这也是老架一路里边常见的动作，主要是要掌握结合收，收了以后把身体右臂领起来，然后发力啊，结合腰裆转腰，这个劲要打出来，然后快速正脚斜前方开步，下面是回头金刚倒顿，进步斜行以后回头金刚倒顿，右手向下压，这时候左脚嫩扣，左手呢左勾手变掌向嫩合，合于左耳旁，然后结合蹬腿转腰转身发力啊，回身一掌，然后推完以后呢是一个小的这个扫腿动作，哎，扫扫前扫后扫，然后直接在这里金刚倒顿的时候不要再像老架一路里向手内再落一下然后再起，是直接起，不是直接起啊，二路就是把这些缠绕的动作尽量的做得干脆利落一点。好，回头金刚倒顿，我给大家完整演示一下。这个动作要领需要注意的啊，一个是回身这一掌，右手向下压，左手回收，然后推出来以后呢，这个不要推在这个方向，也是尽量向这边再合一点啊，推出来一掌与你这个右腿形成一个合力，这样子推出来啊，然后摆右脚尖摆啊，扫腿扫腿，这两个小的扫腿要走出来，到这以后动作要干脆一下金刚倒顿。下面把回头金刚倒顿给大家在用法上做一讲解，一个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对方如果出手来打我啊，这边把对方的手下压，然后推对方一掌啊，
如果是这边呢，压了以后推下压推掌，然后直接顺着这个姿势上步，这就是下压推掌以后，你看这就是这个小扫劲，然后回身，这个也是一个后扫啊。前面第一个是前扫，前扫的时候呢，左手呢要往下，前扫的时候手往下，下按下拨，同时是扫出这个劲啊。然后后扫的时候结合腰裆，要把这个腿要扫出来啊。在对方如果在你背后，你就可以用这个后扫劲把对方扫倒。下面是撇身拳，撇身拳的动作和老架一路完全一样，在这里我再演示一次。它这个区别呢，就是到拉好以后，左手在一路里面是叉腰，二路里就是也是用拳，就是说用左拳顶在腰间，右拳在右太阳穴外侧，是拉开。所以说这里呢，在二路里还是这个动作的，动作要做到这个流畅，速度呢稍微这个快一点，显出动作很流畅。再看我演示一次啊。下面一个动作是指裆，指裆是在撇身拳做好以后，先有一个蓄劲啊，蓄劲，然后左拳呢向外绷闸，右拳向上啊，与左拳形成这个对称力啊，绷闸。这个顾名思义啊，这个绷闸这个拳是打对方的裆部，打对方的裆部，然后斩首啊，这个就是要屈臂啊，屈臂，左脚尖外摆上步啊，再插步，插步的时候随着重心向下落下闸啊。这边我再给大家做一下，以后摆脚尖下闸，然后右拳屈臂，左脚尖外摆上步插步，插步的同时左肘上提，右拳下闸，指裆斩首。然后是翻花舞袖，这几个动作都是连起来的。斩首以后翻花舞袖，然后先是身体向左转啊，随着看左拳逆缠也是上领，这时候右脚尖向内扣，然后先提左脚，
然后左臂轮开，跳起，右拳又从上面落下来，啊，向下，左臂呢向后，重心最后落在右腿上。这是翻花舞袖。下面看我这个把这翻花舞袖再做一次，斩首以后转翻花舞袖。这个动作要领啊，在一个是指囊后往前呢是跳跃，上边线曲臂跳出去，哎，左肘向上收，右小臂外侧向下砸，嗯，下砸，然后翻身跳的时候，年龄大的话可以做成领侧步上步啊，这个动作再看一下，就不一定都跳侧步上步，哎，正常能够跳的两脚是先后着地，扣，哎，抡起来，左脚着地，右脚向前，先是指裆啊，指裆是在离它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啊，这个用全背打击对方裆部，这时候如果我打过去，他正好啪抓住我的手了，哎，抓住我的手呢，哎，我要快速上步，这个下砸，哎，把对方的手砸掉，啊，砸掉以后翻身跳，两拳，整个是像后摆拳一样砸击对方头部。如果是对方出手来，哎，我接住他了，一踩。上步，你看，这个劲是往下砸压反关节，压对方的手。翻花舞袖以后是严守红拳，这个严守红拳。与老将一路区别的地方是有一个上摆，然后收腿，摆收压，正脚开步，然后这里呢就没有这种开合，到这以后就直接冲拳，直接冲拳呢一摆到这里啊，这个速度就是从这里直接发冲出去啊，这里关键的地方啊，下来以后要有个翻啊，领起来到这，正脚开下沉冲拳，这个动作那个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出拳来打的时候啊，我有个打过来进来一拨，然后对方又出拳，正脚开啊冲对方，哎，这个一个是拨啊，一个是压，然后再出拳，所以要连续做起来走啊，这就是冲拳。有两个是先扫清障碍，然后再把拳出去。